那接下来呢，就请我们的选手上场，我们来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请。来。哇！哦哦哦！哎呦哎呦！停！停！不是，美人干啥呀？哎，看着奥运冠军，哎呀，奥运冠军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看到真正的奥运金牌在这里，还这么嚣张，吓着我了，今天丢人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，哎呦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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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位，两位，杨洋、小雪，吓死我了 ，calm down， 啊 ，calm down， 先讲一件事，你们不要每次都把我们的节目的品质给拉低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哪有，我们一直是 up， 不是不是，你们不要每次都把嘉宾给吓到了，好吧？听说你这次要参加奥运的金牌的表演了，是吧？当然，今天我是有备而来，是吧？带了我的 buff， 我的红 buff、蓝 buff， 不管都是我的小 buff， 我今天就是要挑战我们的奥运冠军。然后，如果我今天挑战成功，我跟你说，我才是世界第一。可是说实在，今天这个游戏的表演啊，叫做花式跳马，总共分为三个高度，0.6米、0.8米，还有1米。可是有个重点来了啊，两位选手啊，要从这红线开始起跳过去。没错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如果没问题的话，两位选手请就位。你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来，可以的。啊，一定要有标准动作啊。跳过去以后啊，要表演的弯，哎呦，你这别再走过去吓人了。我可是有三个小 buff 的人。是吗？那当然。那没事，如果第一轮0.6米，杨洋先跳，陈一冰再跳，好，并且要完成你的什么 buff 的这个要求吧，是吧？好，选手请预备，杨洋第一棒，加油，加油，请，我走了。啊，哇塞，真的，哇哦，耶。赵哥，我觉得我赢得如此的轻松。杨洋，赵哥，不是，这个说实在，这叫个小猫小狗都跳了过去。问题是你跳得太难看了，太娘炮啊！你能像个男人这样跳吗？我可以，我下一次一定要man起来。好，因为你忘记了，其实我是小 X。来，没事，这不是重点，我们要是下一棒选手陈一冰，请预备，准备跳啊！跳不过去。他跳不过去，是吗？不是有个 buff 吗？还有 buff， 来啊啊！等，怎么了？我其实是有 buff 的。那你 buff 要干嘛？拿出来啊！我的红 buff、蓝 buff， 不管都是我的小 buff 的第一个 buff， 空中比心。空中比心怎么比？就是让我们的奥运会冠军是在跳这个的时候，在空中对着镜头比心，比个爱心啊！没错，这有什么难啊？我想陈一冰蹲这个事儿应该是这样吧，是比心，随便你，你那如果脚趾头能比，那也厉害。来，行，陈一冰，请预备，请。好，连音乐都改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行，是不是有点低的比？有点低的比是吧？人家这才是真正体操选手啊！你看看人家跳那个样，哎，跟你刚刚跳那个样，我第二次一定要好好跳。你那完全就是小狗翻墙。我第二次一定要好好跳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两位选手请预备，我们接下来0.8米。啊，真的假了？反正开玩笑，我们都是玩真的。哇，好，很快了，我们把0.6米就架高的为0.8米。来，第一棒。杨洋选手请预备，加油，开始。我这个我可以吗？大家给我掌声，我要挑战奥运冠军，加油。哎呀，可以可以，赵哥可以，我成功了，赵哥可以，这个喜悦是无人能达到的，我跟你说，可以吧？也还好，你这0.8也没啥，你知道不？跳的是比刚刚好了，是吧？可是你要看看我们奥运金牌选手陈一冰的跳法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还是要用我的小 buff， 蓝 buff、红 buff， 不管都是我的小 buff。烦不烦？第二个 buff， 那就是美人计。美人计怎么弄了？那今天我是带着美人来的啊，美人闪亮登场。来，哎呦，我天哪！加油！呜！这就是我的美人计。这拿什么美人？棒！这个很明显，一看就是一个夜店咖嘛，对不对？爱跳舞的夜店咖。好，
来，陈一冰，请预备。好，稍微的，嗨，嗨，嗨，跳舞。好棒啊！好，完美动作，相当完美。这个我觉得我怎么了？有点害怕。为什么？有点害怕。接下来是一米了吧？对不对？还要增加吗？所以接下来肯定要刚刚讲的0.6米、0.8米、一米，所以现在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把一米的跳台给架高。我去啊！两位选手，请到就定位，先预备。我相信我可以的。我也觉得。一米就不开玩笑了啊，杨洋。我觉得我可以。挺高的，我也。那么我们这一个就先让杨洋先跳呢，还是一冰先跳？因为刚开始两场都是我先跳的，那这一场我想请奥运冠军给我打个样。好哦，没问题，看看他真正的标准动作，好是吧？行，没错。那我们请陈一冰。啊，很好高。请预备。好。哇！漂亮，完美转身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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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妈呀！漂亮的完美转身，好了。接下来杨洋，没错，我依然要使我的小 buff， 还有小 buff， 你还能干嘛呢？蓝 buff 红 buff， 那这一次我要使我的红 buff， 红 buff 那就是超级玛丽。超级玛丽什么意思？因为今天我是带着玛丽来的，玛丽上场。玛丽，这不夜店咖吗？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来了，今天的成败就在此一举，加油！啊，你们还玩假的？我是有 buff 的。好 ，OK OK， 好 ，buff。打！哎，这算失败的吗？这算失败喽。过来趴好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算失败，好，最后一次哦。最后一次。哎，你们两个别在这个奥运金牌选手面前丢人啊！好好的表演啊。是踩过去吗？再往低一点啊！踩过去。加油！为我们喊吧！拼了！加油！等会儿，玩了，玩了。不是啥意思呀、啊？你这要解散是吗？好了，杨洋失败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钱过来过来，杨洋，你就是失败。这个一米的跳不过去，就早点说呗，对不对？何必在那苦撑实撑呢？对不对？没道理。我要跟他解散。你们两个本来就不适合在一起，还解散什么？好吧，那我不管。够吗？我刚才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刚刚你应该要帮他做到位。你不做到位，他当然使不上力，就翻不过去。没错呀，我那么胖，我这么瘦，我现在还需要赵哥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确定你有预备好了？我有预备好。你有信心？我有信心。你确定你能打倒这个奥运金牌？我有信心。我今天有信心。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好，最后一次，下去吧。啊，不要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再一次机会，赵哥。确定要再跳？再跳。那跳，快。我就不相信你这次能过得了关了。那我再跳一次好不好？我也不信。我差不多哎，我试一下好不好？来啊，可能吗？您信我吗？可能。走。耶！这个真是他故意在闹的。不过想问一下一冰，那刚刚为什么第二轮的时候这个跳马要这是跳马没错吗？对。为什么要横的又要竖的？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体操里面，这个马一般都是这个距离稍微要宽一点，要长一点点。哦，根据我们当时适应的这个长度，它应该有个助跑距离比较远，然后其实还有个踏板，应该是很长。好，是。赵哥，我不服，我需要接下来的再比，因为我不服。再比，你确定你要丢人丢到底就是了？我这回一定能赢。好，那我们就往那去吧。好，走。我今天要飞黄腾达了。我看出来了。我要光宗耀祖了。你要加油。还要比。还要比。来。这个是。这个呢，就是游戏呢，叫做赌你呀、啊，做不到。做不到。赌。怎么赌你做不到呢？就是呢，大家比一个标准的一个姿势。嗯。你比一个，杨洋先比一个。先比一个。一冰啊，就照杨洋的比。比完以后再加嘛，第二个姿势，轮到杨洋轮到的小雪以后呢，你除了第一个杨洋的跟一冰的姿势你要会以外，你还在比第三个，以此类推，我们就这样子轮，看谁最后忘记对手的这个招式，那就算输。好，好吧。记忆力还有技巧。是，没错，可别乱比啊。好，那我们呢
就准备开始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说，输的人有惩罚，是很狠的吗？那是很狠的，但是我现在不会告诉你们。我好吧，好吧，有压力，好，有压力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。第一个动作，来，第一个动作，洋洋，蛤蟆神功。我天哪！这什么鬼啊！而且你要观察我的细节，我的脸，还脸啊！哎，而且我的手是兰花指啊，兰花指。明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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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为难谁呢你啊？加油，来一遍。奥运冠军要不怕这个？要脸要。好，兰花指是吧？兰花指，兰花指，兰花指，然后要这样。哎呀，是，脸的表情。哎，可以吗？脸部表情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再加我一个动作，是不是？掌声。再加我一个动作，我就做一个。平衡动作，哎，这个行，哎，这个多漂亮。好，第一个，蛤蟆神功，我可慌的是这个，真丑啊。第二个，真是丑。哇，这个姿势可以，可以。第三个，风火轮，风火轮。那我是不是要从头再过来？第一个是我的，是蛤蟆神功。蛤蟆，对。第二个是平衡啊。第三个是风火轮。第四个，自己加一个。掏腿，这什么姿势？你猴子吗？你观察我的细节。我的天，兰花指是吧？掏腿还有兰花指，然后对眼，对眼，哎，真受够了你了。好，来来一遍。还有兰花指，先是蛤蟆神功，对，蛤蟆，然后这个，然后风火轮，然后还有一个兰花指，掏腿，自己再加一个，好，再加一个，加个什么呢？难一点，加个一字板。哇，哇塞，好吧。厉害，一字马，一字马。来我了，先是蛤蟆神功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姿势可美了。哈，风火轮。有，可以。然后是掏腿，兰花指，掏腿要兰花指啊。对，来，行。然后一字马，可以。哎，你行吗？哎，这不愧是舞蹈系的啊，不愧是。然后再加一个动作。再加个来。哎呦！不是，我天哪！我天哪！我是你的队友哎！你是练瑜伽吗你？咱们俩接下来，哎呦，我要赢！是，接下来洋洋，你做个那么难的，你是猪队友吧你？咱俩这个团体，我跟你说，以后解散，我不想再看到。来第一个，来，蛤蟆神功！我天哪！平衡，可以。风火轮，对，不错。哎，我的掏腿，掏腿，蓝光子掏腿啊！一字马，你行吗？别硬撑能啊！我小心，这是我的最大极限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输的话就要开始惩罚了，行不行？最后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惩罚是吗？惩罚啊！没过关，来，我们上惩罚的道具。不要，是什么？来，不敢看了。这其实也没什么。就是个简单的这个夹子嘛，夹子该夹你脸上的面部的表情。手不能碰啊！哎，再夹个耳朵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疼不疼啊？疼啊哈！啊！你别叫你哎，这叫成欧洲人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夹上的感觉就像你感冒。说那么多干嘛呀？不是你说了不说干，拿了道具下去，我也是拿了下去，对的，好，拜了，我也是靠脸吃饭的。